大家好，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多伦多的夏天如约而至，那么气温呢也是逐渐升高，相应的人们的户外活动也是多了起来。那么自驾游啊、水上运动啊等等，都是大家呢夏天所追捧的运动啊。那么如何在夏天安全地进行这些运动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高兴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约克区多元文化部门的周警官，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夏季的安全问题。欢迎您，周警官。谢谢您，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季的安全问题了哈。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的人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北美，这个天气一好，大家呢也就集体要出动了哈，自驾游啊，还有水上运动啊。那么这样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没错，对，是的。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这个路上的安全呢，水上的安全呢，还有如果你出去玩了之后，家是空的哈，对，这个家里的安全怎么办哈？是啊，而且我也听说，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好了哈，然后这个好像这入室的这种就是偷盗啊，好像也多了起来，是吗？没错，是的，我们到了夏天之后，总是有很多的入室盗窃案件啊。因为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出去开车去出去旅游啊，对，然后呢家里也没人啊，有时候一出去一个星期，等回来之后呢，发现家都快被搬空了啊，很多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是家庭方面的安全呢，我们主要是提示大家呢，走的时候呢要请人先照应一下，比如说有时候你让邻居呢或者朋友啊亲戚啊来帮你拿一拿这些宣传广告，有时候因为他们就扔在门口嘛，如果几天不收的话，可能就一堆了。对，别人就很明白你是家里是没人的，是是是，或者是你车位上根本就没有车，别人也会重点注意你哈，一天两天没车，他就可能开始做一些学习了啊，这些小偷啊做一些调查哈，看看家里，确定家里有没有人，如果能够在门前停一辆车，会比较好一点哈。还有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叫什么 social media， 比如说我们的 Facebook 啊，对，我们的这个 WeChat 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去跟别人哈，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行程，没错，给所有人都去分享。嗨，我在这里啊，我在魁北克，我到了这个PEI 啊，那么别人知道你家里没人了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你孩子，有些家长的孩子哈，高中生哈，他一分享，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家地址，那么很有可能呢就会招来一些盗贼，是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尽量不要在外边旅行的时候呢分享任何的图片那么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等你旅行完了回来了之后再分享哈。如果说你家里没人了，那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主张呢就是有这种自动开关的这种灯啊，就是到点了它开了，过上一两个小时它关了啊，就好像家里是有人似的啊，会好一些。然后就是草地了，草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说你要请人稍微打理一点，特别是当你走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两周甚至三周的时候，那么这些盗贼如果看到你家的草没人捡，他就会动脑筋了，那这是主要的哈。一般情况下，这个 house 的安全是比较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独立屋啊，或者是半独立屋啊，很容易就进得去，因为我们这边的门你也知道，很容易就一脚给踹开了是那么我们也建议给你的门上面呢，比如说加固一些，比如说你的锁的旁边呢，可以到Home Depot 啊，或者是这些大的这个家电商店呢，买那种长一点的那种铁条啊，可以把你的那个锁给固定起来。那么这个铁条是抓在门上呢，它的力量会大很多。然后当盗贼在踢它的时候呢，很不容易踢得开。明白。很多时候呢，他们踢几下，如果觉得太费劲了，他们就放弃了，他们会找一个更容易的，因为他花时间太久的话，一则他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二则呢也是很伤他的元气的啊，是是，没错没错，是。所以有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快点进去呢，他就会放弃你。嗯嗯嗯嗯嗯。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热天热了，大家就开门窗啊，晚上睡觉啊。对。有时候不关，忘关了。其实也不是不想关，就是忘了。嗯。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这些盗贼啊，他晚上就钻后院呐、啊。他看你家门没关，他可能就进去。嗯，进去之后呢，顺手牵羊拿点东西就走了。是的。嗯。再一个就是你的车，有的时候你忘了关窗户。嗯。人家进去到你的车的这个这些车厢里头去找东西啊。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听接到很多报案，就是车里的手机丢了呀，GPS 丢了。嗯。装零钱的袋子丢了，很多很多这种现象啊。是。记住锁门窗啊，包括车啊，包括家里的。所以说还是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夏季的这个房屋方面的安全问题，还是大家要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然后在各个方面能够做到一些这个就是说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房屋啊，就是受到这种小偷的一些注意啊，尽量的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我们房子一直是有人在的。对，尽量不要留什么明显的痕迹啊。是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喜欢贴一些对联呐、招财猫啊放在门前呐、然后这些小偷呢很多时候他很喜欢中国人，对对对，还有印度人啊，中国人家里有现 金，对、嗯、印度人家里有黄金首饰啊、嗯、他们都在看这些显著的特征啊，是有这些特征他也许就你被盗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一些。是是是、嗯、好，那么刚刚说完了这个我们的房屋的安全问题，那来说一下这个道路问题。那么自驾游的话，这个在道路上面的安全隐患也是存在的。没错，是的，因为自驾游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呢，有些路也不太熟啊、嗯、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做好一些计划工作啊，到什么地方，路途有多远啊、嗯、不要到了什么地方了，这个车厢没油了，半路抛锚了啊，荒郊野岭的可能就会安全方面就会有问题哈、另外还有就是呢，带够足够的这个食品啊水啊，特别是出去 camping 啊之类的这种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可能 GPS 可能都不会有信号啊，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手机了，手机 make sure 就是确定，尽量就确定在所去的范围都能够拨打出去啊、嗯、不要到一个地方有了紧急情况你求救的时候谁都联系不上，都联系不到哈。然后就是在道路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夏天骑摩托车的也多了，我们骑自行车的也多了哈、那么我们希望这些人呢就是尽量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志啊，比如说穿衣服啊，是穿的比较鲜艳一些，让别人可以看到你啊、尤其特别就是行人哈，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吃完饭哈，到外头去傍晚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啊，散散步啊、嗯、等天黑了回来哈，有时候回来想抄个小道哈，那么这个方面呢，你的衣着是很重要的。首先在交通安全方面来讲，你有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你有一个鲜艳的衣服呢，这些开车的人都会注意到，是都可以看到你，那么他都会配一点就是就会很注意、那么该刹车的时候就刹车了、我们有案件就是有的人穿得太浅了，衣服就颜色有一些深了哈，就是跟这个背景就很相似哈，那么有的司机就看不到你，尤其天黑的时候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你也知道咱们这边的车速一般都是没错，还算高的哈，是是是、那么有时候就来不及刹车哈、就是比较危险。是，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道路方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哈，其实不管光是夏季了，那么一年四季其实都要注意的。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刚刚是讲了道路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了、嗯、那么其实水上的安全我觉得更是要跟大家来重点去谈一谈的。那么夏天呢，大家都是尽可能的去能够花多长时间就在水里面跑着，那么这个隐患也是需要大家去提前预知的。没错没错、我们安省呢有很多的水体啊，我们到了夏天之后呢，你看是钓鱼的，对，开游艇的啊，到沙滩上去
游泳的，哈哈，很多哈。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强调就是水上的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嗯。首先你的设备啊、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救生器材啊、救生衣啊、绳索呀啊、这些东西你要备好它啊。特别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安省的水呢。啊，温度相对来说要低一些。嗯，即使外边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水温可能会要比室外的温度要低几度啊，有的时候4度，有时候会是5度哈。嗯。那么有的时候你突然进去，就即使是会游泳的人，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抽筋。对。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会非常危险。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你不要尽量不要自己去游泳。嗯。啊，尽量有个伴儿啊哈。或者是有一家人一群人哈，特别是小孩子的安全啊，我们提议大家就是随时都要有注意孩子啊，要看着有个要盯着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啊，划船也好，坐那个水筏子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就买个那个沃尔玛吹起来一个水筏子啊、拿一个扫帚就进水里就玩去了、其实很危险很危险哈。所以说就是这个水上方面的一些这个运动的话，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装备一定要有的。没错，是的，是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要带个还有就是你的手机哈，有的时候你怕它着水湿了，你可以把它装在塑料袋里，用那种密封袋，封起来之后，吹点气哈，吹点气，然后封起来。有时候掉到水里呢，你还可以照样可以把它捞起来，它浮在那里啊，你可以便于你打911啊什么之类的。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周警官跟大家说了一下夏季的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也是非常的实用，相信大家呢能够都用得到，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好，我们今天活在5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